跑去玩动森，根本叫不到人，有没有？动物森友会太扯了吧？来一个罗根吧，各位。我开始录了，可以吗？可以。我早就在录了。哦，哦密码是密码，密码。他倒过来就是 money。好，我们就靠他了。OK。他会不想跟我们玩啊？啊他在换，他在换造型啊。好了，我这次有记得开那个你们的声音了。我上次还去，哦对啊，还去跟喵他拿档案。那个你这样说出来，档案声音超奇怪的，啊、没办法、啊，大家都不 care 啊，反正也没人在看。那你干嘛还錄、啊？不是、啊、要凑个时间啊？我一天就是想出五片嘛。哦哇塞、啊！管他的，来，欸、要怎么玩啊？抓鬼，你还记得抓鬼吗？记得，自己牙齿拿来吸的就好。哦、加油加油啊！你记得开小地图哦。怎么开门啊？你跟我一样都OK。我哥哥也、欸。你们在干嘛、啊？完蛋了，各位。哎、欸、哎、欸，这个路人不行啦，他开完鬼后就逃走了啦。我觉得这一次，各位，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很难赢了，各位。我们怀念我们。哎，我拿不起这个钥匙、欸，哎，真假的？为什么这钥匙、啊、这么快就出事情了、哦？哇、哦！你们来看啊，我在这。各位，我们在、啊、这个钥匙，我碰它不能拿、欸。不是刚玩就出事情了、哦？哎、欸，我拿到钥匙了，可是折屏断线了。对，断线了、欸。为什么？哦，就说有折，有人在雷嘛。是呀、啊。惨了惨了。要看看是谁啊？那你们加油、哦，我等下等跳出去啊。你看一下，你带我看，你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那个那叫什么、啊？可是我还在游戏里面啊！我要跳出去吗？可是你刚刚是不是看到全部人跳出去？对啊，因为你现是你一个人单独断线的关系，你现在就变到你得出去，直接出去，然后找我们的保洁、哦，要不然你没办法跟我们通话、哦。喵喵，你怎么那么的熟悉啊？因为我断很多次哦。之前不是断假的，我的经验，我的那个 ESP 有上升，好不好？断线耶！就居然换我出事哦！哇，哦、出师不利耶、欸！这真的是出师不利耶、欸！完了完了，你们加油哦！断线断习惯了，什么都会。我看到按着 B 在走路，惨了啦你！然后我就是要网络通信游玩，全部都改成动森了。那对啊，你要按网络通讯游玩，寻找好友，跟好友玩嘛，对不对？房间，哎，有看到，对对对，看到，你看一下，如果有的话有就还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我跟凯奇真的要准备掉。没有，有你们的，我连接喵哈的、啊、好不好？好，那你们加油啊、哦！哇，我躺赢呢。哎，我又按着 B 走路了，像在下个楼层汇合、啊，救命！哦，没事，在哪？欸、我是星星的话，我被人夹到一秒就放开了、欸，真假的？你是要无极星哦？真的、啊，超快。哎、欸，我是右下角，他那个开门。好，那请各位观众自行想象画面啦，我没有办法啊。你可以去看喵哈的，嗯，啊，喵哈可能要过一阵子才剪出来。你以前不是都出很快的吗？你现在怎么了？哦，有最近动森比较忙一点喽。原来是被动森绑架。你可以先去看喵哈的动森了。大家都爱动森喽、哦。我又按着 B 走路，白痴。完了，这两个动森成瘾症。那个人。找到隐藏房间喽、欸！我在外面可以看到你们剩多少分钟哎、欸。啊，你那个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准。哦、现在你们剩2分21秒，对吗？哦，那好像有一点点 准、欸哦。对啊，瞬间被打脸。哎、欸，这只剩中间的大房间哦。加油！在干什么宝藏、欸？那个刚刚他照出来的那个我们的密码、哦，密码，没想到我第一局就瞄他了，我天哪！哎、欸、呦，有两个、啊！不要拿喵哈到形容词了、哦，第一局就喵哈了。哎、欸，这个门要怎么过去？哇塞，要走下面哦。哪里、啊？哪里、啊？走，就你那边进去、哦、啊！不，那个原来是他密码。哇，密码好燥哦。哦，那我不能断线哎、欸，密码很燥哎、欸。就更……哎、欸，我出不去。哦，在这里、哦，跟上个罗根一样啊、哦。他打密码密那个。哦哦，我弄到最后一个房间了。又是要怎么跑步啊？没有跑步啊，没有跑步啦。步哦他原本就在跑步了。哦 ，OK， 不是啊， okay. 动身可以跑步吗？可以啊。难怪我会被蜜蜂叮。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大家看到蜜蜂的时候都不会被叮，然后我跑一下就 我走一下就被叮了。哇，哲平零分呢、欸！哎、欸，我要进去，哎、欸，我进去了，nice！ 哇，直接躺分。哇，密码1800，哇，这一定要打到上面去的，这个密码一定很行。密码一定觉得完蛋了，三个人没有结果，还有一个断线，换喵断线，再换凯奇断线，完了完了，每个都断线。你们进去了吗？我进去了。OK， 第二楼。断线宝宝。Yeah. 是什么？哦、那個、不 ，Disco Overdose。哇，10000呢！哇塞！哇！怎么跟马桶互动 ？OK， 你要先上它，你可以跟它有道理。你要上它、嗯，还要冲它，让它变湿哒哒的。哦，没错。欸、我们在讲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吗？我确定我跟你讲的是一样，它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要忘记他是喵哈，有道理。这样啊？哎，对，我忘记看我刚刚直播有没有被黄标了。干嘛？一定有的啊！为什么？没有才是喵哈嘞！一提到喵哈就黄标啊！那难怪我的，那难怪我录一集羊肉山全部都黄标啊！哇操！真的假的？怎么可能？完了！哎呦，这个鬼太过分了！如果我录一集羊肉山全部都黄标的话，我就会跟你们讲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有问题！哇哦，有钱！自从上次那个事件之后啊，我就知道这游戏，这个基本上这个钱币关卡，就看到什么都一定要吸。我去帮你们吸。我拿到两个黄金鬼，可是我这里有大鬼，好难打哦。可以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是喵哈呢？是黄标女王呢。对啊，哇也不要当拿这个当女王啊！你要 trust you， 相信你自己 ，trust yourself。大鬼挡路啊！哎呦，两只哦！哼，哎，其实外面桌上的那些饮料会喷好多钱哎、欸，我以后去电影院的话，我都。我以后去电影院的时候我都去用一下那个桌上的东西看一下会不会喷那么多钱好了。你那个枕头也可以喷哎、欸。对啊，而且我这次拿的是哦，这个大鬼真的很干扰哎。哦，超强吸尘器都要多吸一点啊。我努力再吸啦。哎、欸，我们还剩一半呢、欸，加油！哎、欸，我剩二十几命了、欸，二十几滴血了。为什么？你怎么了？因为我被大鬼了、啊啊。你怎么了？我被包起来了。我看到了，而且我还是走到一半我才反应过来，但我要回头他已经来不及了。哎、欸，那个啊，被蜜蜂叮了之后要怎么恢复原状啊？买药啊！买药是不是？嗯、你确定这时候讨论动森没问题吗？没差，搞不好大家想看动森，下面的留言全部都是动森。我们要靠动森做那个。录一集的观看是不是？啊、哇，玩录一集洋楼聊动物深有味，可以，当然可以啊，同一间公司的没有问题。拍一支影片有两种游戏，对啊，哇塞，是两种享受、欸。密码救我！密码表示雷同。哦，等一下，没事。我有没有说谢谢的方向啊？左边。哦，不是，不是，下面。我觉得误会越大、欸。我看到地图了。啊，都有鬼啊，那没有什么好看的。鬼是那个啊，黄金鬼。啊，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哎，跟你一起摔啊、哦！不是，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的怪密码，不要误会。密码表示雷暴。他刚才摔一只，摔到一半被我吸掉。那、欸、你觉得我超雷？完蛋了。好，先帮大家加时间。完蛋，要怎么？哦，要用 X 光。完了！真的完了！你的门口在哪里？哦，找到了。哎、欸，是我错觉还是怎样？怎么他们的血量变那么少？因为这是金钱关吧？哦，有可能耶。好像有，我有感觉变少。因为大家都去玩动物森友会了，所以没要破这个。我找错房间，然后里面一大堆砖块。哦不，哦又是那个，各位们还有一千多滴血。我刚刚想说你声音叫的也太舒麻了。一打开看到大家都在里面吓爆，一起同欢啊！马上关门离开。这黄色的是谁？
那个啊，密码一起打。密码表示不用。都遇到一个白魔会抢我过来，就是我救你好。他等下会不会直接离线啊？因为我抢他过来。哦，差200块喽。干巴爹，巴爹，干巴茶。这个开门是什么呢？啊，这一被人玩过了。OK， 我被马桶就是你的，要200块。就被玩过了。快，我们还剩下34秒哦。哎、欸，这马桶被人家玩过了，可恶！哎、欸，我们剩下三十几秒了。最左边那一间有努力吸，走廊的东西也可以吸。耶、yeah! ，还行嘛。还多送他30块呢。时间很紧凑哎。OK 啦。我的密码真的很强、欸，密码超到的。